响一个节目的收视率的因素有哪些？一、平台影响力。拿湖南卫视举个例子，湖南卫视拥有众多的年轻粉丝群体，当然我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湖南卫视播放的每个节目每个电视剧我都会或多或少的关注一下，因此收视率甚至是网络热搜的影响力上都有个保底。二、宣传，这个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懂得什么买热搜啊，水军刷宣传文案啊等等。三、名人效应，一个是嘉宾阵容，这个浙江卫视就是比较好的例子，浙江卫视做的节目虽然品质一般般，但是在嘉宾阵容上丝毫不吝啬，像跑男、梦想的声音、王牌对王牌、高能少年团等等，个个都是豪华阵容，而这些明星自带的粉丝量关注度就带来了不少的节目流量。另外名牌主持人也是一个方面，名牌缩短了观众的识别时间，使节目更加容易为观众收看，比如何炅、汪涵、孟非等等，虽然他们的新节目或许你不知道是个什么鬼，嘉宾阵容也都可能不认识，但看见是他们主持的会停下来看一看。四、节目编排，湖南卫视依然是最好的例子，比如周一至周五其他卫视都是七点半至九点放电视剧，九点至十点都是什么剧情预告、新闻、纪录片等节目电播，而湖南是七点半先把电播的播了。这样的好处是九点至十点只有湖南卫视是在放电视剧，自然而然会增长一些收视率。最后，我不认为收视率高就代表着节目品质一定很好，只能说明关注度高。现在收视率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某些节目周六收视率第一，但是网络上一点热度都没有，还有某些节目就靠着堆大牌明星把收视率推高，但节目设计丝毫没有创新，无聊至极，不是嘉宾粉丝的话真的看不下去。其实有一些节目品质很不错的，但因为众多原因